我宣布，从今天开始，你们就是合法夫妻，永远相爱。我想想，我想以后一直这样，一直和你在一起。魏总，想什么呢？我想想，你到底喜不喜欢我？不喜欢，傻里傻气的。霸道总裁示爱第一步，豪华晚餐。看我干什么？你吃啊！霸道总裁示爱第二，昂贵礼物。我要这个。霸道总裁示爱第三步，老板高，滑头机。K.O.我要这个，这明明是我先看到的。已付款。怎么是这个讨厌鬼？怎么又是你啊？第一次的惊鸿一瞥，再一次的机缘巧合。你要的就是，这就叫做命中注定。谢谢你，接下来的人生。我想一直陪在你的身边，梅西。这段时间，我想了很多。我喜欢你。我希望你知道，我对你说的话，我对你做的事情，对你所有的态度，我都想让你，都是想让你开心。当你遇到这样一个人，有的时候你觉得他讨厌极了，有的时候又觉得他很可爱。会有争吵，会有矛盾，有时候很想保护他，有时候又很想欺负他，但是你还是很想跟他在一起。红猩猩，24岁，前特种兵。要说他跟一般女孩有什么不同，那就是稍微热心那么一点。蔚蓝，人称魏总，瑞士集团新任董事长，海归，高学历，生物制药和管理双学位硕士。董事长特别助理，年薪最高40万。年薪40万？好帅。谁摊上你这样的员工，谁倒八辈子霉？反正我老板不是你。竟然真的是我。首先你要为难他，就打入水火之中。放心吧，会保护你的。其次就是温柔公平，你要你糖衣炮弹轰炸。救命啊！认清现实吧。你没事吧？别碰！妈，你干嘛呀？脑震荡呢，一般是休养1-2个礼拜。不过以魏先生你进医院的频率啊，我看把这间病房包下来算了。